老子是男人，劳教在上面。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好，你在上面，来躺下啊，相公。好，来搂着我。小姑娘。 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晚上，你跟我一起睡的。嗯。那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？我像是那样的人吗？哦，给。 醒酒汤，将军，进来。将军，齐王那边让将军过去，共商接待使团的事。知道了，门口等我吧。是。 这个你在家就好好歇着，我忙去了。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搞头好像被强暴的良家妇女似的。 癞蛤蟆屎壳郎臭臭！我呸呸呸！小瞎子，郡王，去告诉老杨头，老子今天要旷工，巡查院的事，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是。